先上网了啊。好久不见，陈德强。真的非常非常想念你。好久不见了，我们都记得回忆的牵着，原来多深刻，这么多孤单，我已经习惯。这是哥的手机号。习惯那是你给的答案。燃烧的夏天，脆弱的片段，这么多想念，都与你有关。多想我们之间从没走散，在某一刻还为你勇敢。为一为失而复得，为祝福那一刻，时间都碎了，要怎么愈合？你要去新加坡了吗？那些未完成的，可以再完整了。我想这一刻要为你再次勇敢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想对你说，我就是一条微信，天冷的时候拿出来围着，天热的时候你又摘下来放箱里。陈俊夏，咱俩就不是一类人，你以后别再烦我了，行吗？以前的我想一直陪着你，但我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了。回忆回到这一刻，我们擦肩而过，时间都算了，要怎么愈合？那些未完成的，可以再完整了。我想这一刻要为再次勇敢，想对你说。船长，你想往哪儿拍？就暂时停在这儿吧。